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沈。今天想向大家介绍的这首歌，就是山鲁的《山流心的女人怎么了》。这首歌原唱是一个叫刘秃的一个国内的歌手。他唱的版本就是流行曲的。现在介绍山鲁的版本，就是发烧歌手的那种版本。感觉就我个人觉得山鲁的版本就比较耐听一点，比较好听一点。大家可以听听吧，看看比较两个版本是你们喜欢哪一个吧。谢谢大家。只想好好好好来爱你，心疼你如心疼自己。也许你明白我对你的爱，为何还要选择离开？如果不爱我，就请告诉我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？你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分手？我已无力再去承受。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欲哭无泪，伤痛向谁说？老天为何让我受折磨？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爱不是负累，也无路可退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。如果不爱我，就请告诉我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？你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分手？我已无力再去承受。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欲哭无泪，伤痛向谁说？老天为何让我受折磨？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爱不是负累，也无路可退，只想好好爱一回。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欲哭无泪，伤痛向谁说？老天为何让我受折磨？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爱不是负累，也无路可退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。
想好好爱一回。不知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呢？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留下评语或许给个赞我吧，谢谢。